每年嘅卦话都见到你啦，财神九十周年又点少得你？除咗客户嘅财富持续有增长，社会啊、人才啊，全部都持续有增长啊。Make Office 唔同楼层都有唔同嘅主题，分别演绎我哋恒生一个 brand attribute。咁喺唔同嘅楼层咧，都有唔同嘅表演啦、游戏同埋展览。呢度系六楼，系商业理财中心，平时主要系帮助客户财富增长。唔知今日有咩增长嘅嘢睇咧？由1933年到而家嘅年报，全部喺晒度，你见唔见到个持续增长啊？六楼仲有好多小游戏玩噶。仲有奖品熟系怀旧食品啦，越玩越多奖品，持续增长，持续增长。呢度系15楼，完美嘅天机变成乒乓波板，讲笑啫。乒乓波板代表住人才都有持续增长啦。恒生支持乒乓波活动超过30年噶啦，当中有2位乒乓球选手苏伟钦同埋杜海琴，仲攞埋奥运铜牌添，好波。仲有恒生大学 keep 住作育英才，人才持续增长。恒生90周年，同大家一齐成就今天，创造未来机遇。